为着要纪念你，我倒转来故乡，亲像练功夫，日日夜夜咧修行，目睭看过去，每一寸的土地，拢是阮想象的所在。那我们从一张脸开始练习起，从今天开始，大家可以回家去找阿公阿嬷，跟他们聊聊天，收集他们的生命故事。他就跟他爸爸说，日本人都欺负我们这些中国人，那我们以后不要再买日本货了。哦，阿里那里哦，诺贝的大妈。感谢欢呼的功夫，台湾的通知了啊，村里乡村乡。我们台湾人很像是蝙蝠。我们去打赛，我回来了，他都懂了。谈恋爱。迄个坑是偌大？要困的时候，脚袂使伸直了，袂使伸落地的。所以就一直秘伫迄内底。啊是。啊秘偌久？秘头十八年。但遮尼久的代志，拢一直袂记的。在大陆也不是的，在这里也不是的。送回去的两颗牙齿，可以说就是我的史诗了。死なもの取られても構いません。私の無実なことは後が分かります。